你看看，你们温总就是这种事业型的女强人，把有限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面。别灰心，我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。可每天工作很辛苦的，偶尔也需要放松一下，是不是？劳逸结合，得轻松。上次我们去的电玩城还挺有意思的啊，再去玩两天。 说实话，你要真想去，找个周六周日我帮你把郑浩给约出来。他玩的比我好，你跟我玩玩不痛快呀？温总，你要是真想约长哥，就应该找个没人的地方跟他说清楚。长哥那脑子……哎，约会这种，对不对？约会这种事怎么能让女人先提出来呢？他常见熊是什么？ 你跟他说的不明白，你不跟他说他更不明白，他对于感情那个敏锐度，那真是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，他就是那种无缝蛋里的蘑菇。公子小姐，你还想不想要了？跟你们这种天生就不懂女人的人，我就没法聊下去。看来一个女人最大的天敌，不是年老色衰，也不是16岁的少女，而是直男大脑。 温总，再见。我的感情问题很严重。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谁啊？常建雄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应该是从常建雄回来的第一天就开始了。 可现在问题是，他完全就不接我的招啊！人说三分就能理解的话，我说了九分，他硬是不接茬儿。你这么投诉常建雄，我可就不爱听了。你自己不是刚刚说了吗？这都是我们常建雄与众不同的优势。对。乔儿，我能追常建雄吗？ 常建雄又不是我的，你不应该来问我，你应该去问。问谁？你自己。你喜欢这个男人，你就应该去追啊。你是我们三个里面最有主见的。哟，BB，我快到了，等我一下啊。你说什么？不好意思。 我说，要不然我们去攀岩好不好？不行，我约了南桥。如，你可以约温迪，他正好找南桥，说他没事干。你们两个正好凑成一对，跟我们一起冲。哎，等等，你千万别告诉温迪我和你在一块。为什么？我就是推着他的月才找的你。你为什么要推了人家的约呢？他一会儿让我去带他去游戏厅骑那个什么摩托。 一会儿又让我教他那个骑平衡车，平衡车我教过一次，花了大半天的功夫骑不了5米，还害得我跟他一起摔了好几跤，太费劲了。哇，这个女人，高，她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跟你有身体的接触，说不定她骑车的技术比你我更好。不是，什么意思？她故意的。很明显是故意的，好吗？这样才有机会多摔你怀里头几次，好不好？ 你看人家多用心，不是这用的呢？你是不是傻呢？你感觉不到是吗？以你这个觉悟，怪不得追南桥追了这么多年都追不上。不是什么意思？挑事儿是吧？不是，我只是说温迪是个懂技巧又成熟的女人，你们两个都不配。 想不通他为什么会爱上你。怎么就爱上了？哎呦！喂！这酒喝我就还挺大吧？喝这么多干嘛呀？喂！哎，这里不能吐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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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啊，走不动
你把我笑了，你把我笑了。